啊，在家学佛，三个根没扎上。啊，我不说三个根吧，在家学佛，十善业道没做到。啊，十善三规五戒没做到，假的不是真的。出家学佛还得要加一个，是最少的了。啊，还要加一个沙弥利益，四个根呢。啊，然后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啊，一般讲10年，你就有能力弘法护法。啊，你对于如来正法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做出真实的贡献，啊，在家学佛十善三规五戒没做到，假的不是真的。啊，十善业为什么做不到？十善业是建立在儒道的基础上。啊，儒家就是《弟子规》，道教就是《太上感应篇》，这两样东西没做好，所以十善业道做不到。啊，就像盖楼房一样，《弟子规》是第一层。感应篇是第二层，十善业是第三层，啊，沙弥律是第四层。你没有底下的基础，你上面怎么改啊？